没事没事，我们转他，我们转他，没事的没事的。他比我们害怕。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啊！凯西。好，我先来玩一只给你们看一下好了。就是呢，我们新手刚进游戏，然后你就选一套那个它的配套嘛，然后从它的配套开始玩。这个装备要怎么捡呢？刚重生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一区的地方，你身边一定会有五个箱子是你一定要拿的。然后呢，这五个箱子呢就可以先拿。拿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边拿一次，然后边按一次。敲装备，边拿一箱边按一次，边拿一箱边按一次，边拿一箱边按一次。啊，这边因为都没有办法敲，那个前五个箱子要摸的时候一定要摸干净，不然你的东西有机会漏捡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像这个，你来到仓库这边嘛，很明显嘛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，这五个箱子就是它几乎一定是可以拿满你正常套路里面的东西。每一个地图的每个地方它都会分区，有吗？就是这五个，这两个呢，这个就不一定了。像你重生的这五个，好不好？这五个也都是同一区的。你可以这样练习，通常做完装备的时候，要在时间是在一分，最少剩下一分钟，就是白天的一分钟以内，你要把装备把它给做完，这样子就合格了，就可以开始去找人家打架了。然后呢，在游戏设定里面，这边游戏这边。啊，有这个自动使用获取功能，这个按钮要打开，这样子呢，你才会在摸箱子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我们需要的东西，它会自己拿到包包里面。这是一开始前面做装备需要做的事情啊，一开始先练这样，然后呢，练到能够一分钟以前做完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去跟人家打架了。不然，如果你直接一开始就去玩的话，很容易就是你装备还没捡，就是你装备根本都还没做好，还没捡好之后。你就被人家打死了，半路就打死了。因为我看有些人，他新手刚加入，他可能捡东西都会乱走。他一开始不会捡你旁边五个箱子，他可能会左边捡一个，右边捡一个，他就直直走这样子。因为其实这个游戏细节蛮多的，先一开始先学的就是先把自己的装备做好，然后把自己的装备做好之后呢，你才有办法说边做装备可以边捡到时候金装要用的材料，那个是比较进阶的进阶版本。好像你看哦，这边有个细节，像我们教堂要往墓园，所以我一开始不会摸我旁边的箱子，我会利用加速，然后走到反方向，然后再从反方向的位置收回去，这样子就可以变得比较顺路，时间就会节省起来，你就不用从里面捡到外面，再从外面走进来，后面才要学的东西，前面一开始就先不要用，因为你可能会搞不清楚说要怎么样走会比较快。一分那个以前，但大家几乎都是在这个时间就你遇到了人他就满装了。那如果你没有满装的话，你就会爸爸，你就会被人家打死。哎呀，那个赛季包可以买啦，那个赛季包 OK 的啦，那个造型很赞呢。而且你买那个赛季包里面，它还不止一个造型呢，它还包含了通行证，通行证里面还有两个造型，有尼奇还有那个利央的，对不对？都是兔女郎。又是这一组哎，我必须要弄到慧真。OK， 他们送了一个头，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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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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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，没事，我旁边坐一下。不是铜牌哦，这个是战术性坐下哦。征服重任，我知道啊，我带着两个妹子啊，我必须要保护好我这两个妹子啊，我不能送头啊。隐山没事啊，这把蛮有机会死的，不然我们队友装备有点太好了。他们在这里。啊！我送了，好，我还可以复活。看你没钱啦，可以救我，有钱了，可以，哦哟，还行，还能吃。啊？
我觉得换他们送头了耶。他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少人，然后两个人飞过来啊？他们这样会活吗？不会吧，他们这样剩一个人了吧？原来啊，他们是因为感谢我刚刚送的那一波，所以他们送回来啊。太肥满装膨胀，对不对？膨胀完就会送，送完之后呢，换对面觉得三打二无敌了，他们也来送。就算两个人飞过来跟我们二打二，他也是吃亏呢，因为他们这样二打二打输的话，变成是我们会变三个人，他变一个人呢。好，在配对的这时间呢，跟大家说一下哈，永恒轮回他跟这个M1 的这个魔厨，他有做这个合作，有想要这个厨子买这个永恒轮回他香香的这个兔女郎造型，每一个都在比布料 还要少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可以用他这个官网的地方去厨子，然后并且呢，你可以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JIAN， 就会享这个200块的折扣优惠。然后呢，他这次还有这个新手进阶组合包，在魔厨这边购买完之后呢，你就会获得一个 NP 的序号，然后再使用这个 NP 的序号到这个游戏里面右上角齿轮点下去，就是输入之后就可以获得 NP 了。那这个比你在这个实定上面储值还要再划算一点点，因为你可以用这个折扣嘛，对不对？可以折扣200块，然后一样呢，它还是有红利的。那再来还有它现在有这个另外一个，就是现在登录永恒轮回就可以获得希尔维亚的表情包。 GeForce Now 会员完成指定任务呢，还有机会可以带走豪华的虚宝宝跟这个 MSI 的这个笔电。梁安士可以来点一下我们梁安士网址，好，可以来看一下。然后并且呢，也可以去加入这个永恒轮回的官方 Discord， 那里面它有一些活动啊，跟他有送一些游戏币跟 NP 啊，兑换码都会在里面。只要符合消费资格，他这边是会抽奖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只要用魔厨，然后他就会抽20位获得这个2435的 NP 需要，但是你要在指定的频道内留言，好不好？这边都有这个活动，还有他有一些更新啊，他都会在里面讲啊。